有一天，小明跟小明他爸在外面玩。小明对他爸说：爸爸爸爸，给我10块钱，路上有个伯伯在街上叫得好可怜啊，我要拿去给他。小明他爸说：好好好，真是好小孩，那么小就有同情心喽。来，给你钱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伯伯在叫啥呢？小明说：卖冰棍喽，卖冰棍喽。